情况怎么样？小人张福安，是这历城北70里聊城的商人。说吧，无妨。哦，成了，多一半的勋贵都愿意前来，不过他们大多上了年纪，我不敢让他们亲自来，但是到时候他们府中有官位的子孙都会来的。刑部的顾职大人因为事务繁忙走不开，所以特意连夜写了10几张大字让我带过来了，还有大理寺的张大人也写了。宗人府的陈大人到时候会亲自来。太好了，你们鞠躬之位。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，韩十一不敢鞠躬。这位公子可是姓韩，可是传说中的北京韩世子。不才韩十一。这是干嘛呀？小的祖上也是从北边过来的，韩老将军救过我们家祖上的命，我们全家世世代代都给养着韩家军，求韩世子给家里写块匾额，让我们家好世世代代传下去。别跪，你要是跪我就不给你写了。别，不就是题字吗？只要你肯捐粮，我给你抄本书都行。捐，一定捐。谢谢韩世子，谢谢韩世子。拿回去晾着吧，等墨干了你便拿回家。多谢世子，多谢世子，小人这就命人前去镌刻。哎呀，还有这么多墨呀。扔了确实可惜，不如本世子再多写几张备着，反正我名声好，求我墨宝的人想必是少不了了。行啊，世子，那你就多写几张备着吧。微臣替家父谢过殿下。免礼吧。谢殿下。殿下，时候也不早了，学长这就去准备筹款了。你们也回去好好休息，都2天没合眼了。